是吴金发哥呢？发哥今天讲的是继续讲这个民国之死，民国的死亡，作者是余杰。那么他说呢，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完成，事实上是中国所有悲剧历史的开始。那么这本书呢，用1927年当作中华民国的历史转折点，就像王仁宇写这个万历十五年这样，以万历十五年呢，整个明朝的朝廷发生的巨变，注定了明朝的灭亡。他呢，余杰认为1927年蒋介石完成北伐呢，整个的中国的悲剧，中华民国的内战的悲剧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他认为蒋介石的北伐成功才是灾难的开始，而不是多么伟大的神话了。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选择了25个当时1927年左右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至呢这个娱乐界的名人，来当着1927年他们那个时候面临什么处境，所以看到整个近代史，中华民国在北伐完成以后，整个中华共和体制实际上死亡了。那么他从不但是中国内部的人，还有中国邻居的西藏、青海、蒙古，这些人的立场也被他纳入讨论的范围，来呈现整个整体观呢。那么他讲到，刚刚发哥讲到，他讲到刘纳欧的悲剧，在这些人物里面只有一个选择了一个台湾人，叫做刘纳欧。我讲这个名词，照理说台湾的文化界、教育界的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才对，因为他太有名了，但是偏偏99%的人都没听过了。我想发哥的听众朋友大概99.9%都没听过这个人，我如果说李香兰你都没了，他说李香兰的男朋友刘纳欧，台湾人你不办了，李香兰为了追她男朋友，为了寻找她还来到台湾呢、啊，啊，就是来看伊呢男朋友刘纳欧的家乡啊，啊，咱拢唔捌听过啊。好，那个时候的整个余杰讲，其实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历史，整个大时代的变局里面，我们应该去思考那些很高大清白，好像听起来很伟大的口号啊，什么国家啦、民族啦、阶级啊，听起来感到很神圣不可侵犯，其实那都不是人的应该追求的本质啊。其实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啊。人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呢，才是高于国家、民族、阶级这些空口号的东西。好，这东西物件空里啊，如怎样讲？国内很多的电视的名嘴，或者是哪一些评论界，或者现在会选总统各自分裂的这些三流的政治人物，你看他们怎么样去谈香港？讲来讲去，两个方向尔。都香港人奴隶性很重，他们被英国殖民了150年以后，现在还想要当殖民地。啊，回归祖国怀抱还不去认清祖国，啊，你这放什么屁呀、啊？是认同一个祖国，那个祖国是乱七八糟的祖国重要，还是自己去追求一个个人的自由、民族尊严比较重要？你真的喜欢当一个中国人，强过于说你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没有幸福、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前途吗？你们不必讲那些高不可攀的东西了。当作台湾人就是安尼啦，我讲你听啦。我阿公的日据时代，嘛是对日本人的统治足不满的啊。国民党啦，这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民党要来，你敢知我阿公甲我讲啥物代志？祖国要来哦，他把房间里面的把钱赚的钱啊，什么东西收获以后，都放在木箱里面，钱在那边呢。专播推出来买鞭炮了，放几天了呢，迎接伟大的祖国的军队来临呢，脱离日本的统治了。放了，看了军队，我讲啊，看了军队呢，讲怎么昏迷啊？过去摆弄叫花子军队挑的锅碗瓢盆，这哪里是想象的祖国军队呢？他还比较像那个被打败的败军惨将啊。而表面上被打败的日本军队还是打绑腿
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牵在枪在肩膀上，喊口号，整齐划一、啊、他哪里像战败者呢？啊，国民党来的军队哪里像战胜者呢？东西台湾人哪里怎样、啊？哪里知道呢？有些人很失望，还是心理上虽然失望，还是为了美化爱国功哦。无啦，迄中国军队、中国人拢学迄中国功夫啦，拢内功、气功的啦，伊拢没穿皮鞋嘛，就会挥人肘臂的。过不阿顾呢，他不是挥人肘臂的，大家拢发现呢，这穿洋越壁啊，手人手甲人厝起啊，那我们才发现二百输掉。啊，你在台湾发生过二八事变，你不能理解今天香港人为什么反抗？如果中国真的那么好了，如果中国比英国好，香港人是头个派一空呢，头个浸着水呢，以前要反共要反共啥？十八岁、十六岁都出来，啊，就出来在街头上拼干呢。大好年轻人在背包里面准备好了遗书出来拼，那是吃饱上瘾啊！就是感觉个人的幸福、自由跟幸福。无前途啊嘛！这中国人应该感到羞耻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应该搞到耻辱啊！一个当时台湾人同款啊，为什么台湾人无爱认同你啊？宁可呢提起枪来，明知拼你袂赢啦，咱无组织啦，啊，佫甲你拼到底，为什么啦？基本上你安尼想就知啊嘛。所以他说呢，其实呢，他这本书里面，我还是记载了当时那个时代有一些对个人的自由幸福，怀抱着光明正理念的正念的一些人物了。譬如说呢，我选择了张幼仪来代表当时的商人、银行家、企业家的一种有理念的人了。然后像刘大鹏呢，代表的当时有良心的农民，替农民发言的人。我选择了一个在中国当时虔诚的基督徒，艺术又高超的医生和女性的解放者的先驱，叫做石美玉的。我也写了他们的传记了。他说其实很简单啦，你来看中国历史，你不能跟清朝的时代当作并在一起来看了，因为近代的中国再也不是封闭的国家，不是什么天朝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在中国里面有一些外国人在主导的整个中国政治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譬如说苏联当时派出来的主持和国民党合作北伐的跑楼艇呢，这是俄国的外国人，但是到后来呢啊竟然呢在中国本来一言九鼎呢，但是呢后来回到俄国竟然被斯大林下放了，然后死在古拉格的集中营里面。当时英国驻香港的总裁，这段就特别重要，英国驻香港的总督叫做金文泰爵士啊，他本身虽然是英国人，但是他是一个汉学专家，他用他灵巧的外交手腕啊，平息了当时整个像今天的香港一样整个香港的罢工事件。他超越了种族的说服技巧呢，把这样子的香港政府把它改革。另外一个更有名的是当时美国住在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个营长，当时还是个营长，他叫做史迪威。史迪威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人也没有想到，就在十多年以后，史迪威竟然被美国任命为中国战区加缅甸战区的总司令了。史蒂威·华克也讲过了，他和蒋介石产生了矛盾冲突，冲突得非常厉害。史蒂威当初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你给我六十师的部队，我把你这个六十师的部队训练成一个装备最精良，美国式装备，最有现代的军事观念，最有作战能力的中国的国军呢，中华民国的国军呢，蒋介石都不要了。史迪威搞不清楚，在他日记里写说，这个小笨蛋到底在想什么。事实上是史迪威才是笨蛋呢、啊。
史迪威后来从600,000一直减，他以为是人数太庞大，蒋介石拨不出来。他说：“要不然你给我30个师吧，我把你30个师变成美国装备最有战斗力、最有现代军事观念的军队了，国家军队。”蒋介石还是告诉他说 ：“No。”史迪威倒被蒋介石硬是和美国抗议之下，硬把史迪威调走，都没有搞清楚。他基本的错误是什么？蒋介石派宋美龄和他沟通的东西，他都没有明讲。史迪威竟然拱了这行行。蒋介石唯一反对的不是说这些军队用美国装备的，也不是反对这些军队受现代化军事教育的，而是蒋介石希望这些军队变成蒋家军呢，而不是变成中华民国国军呢。史迪威脑袋始终没有转过来是这样子的。蒋介石害怕的是这个30个师的部队让你军队化、现代装备、现代思想以后，他变中华民国的国军，而不是变成蒋介石指挥得动的蒋家军呢。他不知道中国文化里面最阴沉的部分呢。如果史迪威的计划能够实施，很可能最起码国民党不会败得那么快，说不定在最糟糕的状况之下还能够守住国民党所想的像南北宋的南宋一样守住长江以南了。但是就是不要，不要的结果，蒋介石的部队又是杂牌军，当共产党的军队接收了关东军的装备，接收了300,000的满洲训练的满洲兵以后，国民党再也不是对手了。国民党没有可用之兵去抵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了，原因就在蒋介石一念之间的私心，原因就在史迪威竟然这么懂得整个大盟军作战的人，竟然拱啊，连蒋介石最重要的私心都没有看出来，脑袋转不过来。所以整个状态呢，让我们从这本书里面，这么厚的一本书，但是每一张画册看起来都非常有趣的，就讲川岛芳子，就讲北洋军阀的吴佩孚。当时为什么吴佩孚会登上《时代》杂志？他认为，当时美国的政治所有的军事要判断，这是最优秀的将军，节操最好的，中国会被他统一。结果大出意外，吴佩孚为什么失败？下一次来再好好讲。很戏剧化，很小说化，也不是你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所编的历史里面可以看得到的。给多谢你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